现在来介绍我们旅宿画家协会来的成员啊，个个都是理事长啊。从这边开始，刘翠英硕士，刘翠英老师，待会每个人都讲一句话啊。好，第二位我们黄旭清理事长，他是一个石头大王啊。什么叫石头大王？他对这个美食、矿石、雅石非常的有研究啊。来，再来，啊，中国美协的副秘书长啊，再来，哎，我的干女儿啊，李若萱老师，大家好，他是印尼学会想要聘请他当秘书长啊。的重要干部，好，桂林啊，理事长，他是丹宁书会的理事长，非常的棒啊，书画都很成功。再来，我们杨秀英理事长，杨秀英理事长呢，他也是很多个花卉的理事长，他经常他的歌声啊，他的书画的作品都在YouTube 上面。非常的了不起啊！再来，秦来春理事长，秦来春呢是现在我接棒的旅宿画家的理事长啊，才从那个两岸交流河北才回来啊，他是非常的成功的书画家。再来，我们谢英华老师，谢英华会长呢，是我的画会里面。年长，但是他是最了不起的啊，精神好，画得好啊，写语画，大家都认识他啊。这位就不用介绍了，这蔡梅芳理事长好棒啊，已经是第二届你来做这个司仪啊，我觉得说哇，这不是蔡梅芳吗？怎么口才怎么这么好啊？啊，太棒了啊！来。